凡美贤这样、啊。美贤一凡。对，我们是闲情逸致。闲情逸致。对对对对对。一凡美贤。对对。那个，反正你会记得，你会记得那个我们的曲序吧？不一定哦。哦，糟糕，没关系，你没有曲序的，总共几首歌？我们应该安排七首，但是必定要七首啊，可能太多。那我们就今天纯参考，纯参考就好了。这么多歌，哎、欸，聊天室有人讲话了吗？还没吧？我这边看不到，是不是还没出去的？有了，安安接如安，嗨嗨，大家安安。哇，等稍等一下，我调大一些。哦，我看得到了耶！我竟然有机会看得到聊天室啊！但是我看不到字，只看到图案。OK， 好，又要工商，这不是工商，好不好？你们有点爱心啊啊 ！CPTS4， 你看，又是一个那个很喜欢反串的黑粉，你们不要被吓到。对，我对聊天室都非常严格，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就签骂。吓到了，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开玩笑，都开玩笑的，开玩笑。大家安安，每个安安，声音偏小。哎、欸，小兰，哦，威力子安安，米奇安安，哎、欸，零九安安，马卡巴卡安安 ，Rock 安安，啊，偏小声。声音已经红了。好，已经红了，这样还偏小声吗、嗯？不是，你要看那个荧幕电脑荧幕的表头，不是机器的表头哦。一二三四五六，有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有吗？哎，什么意思？看不到的。好，声音 OK 吗 ？Ivan 安安，培林安安，做效果的，我也知道，我也做效果的、啊。反正你做一个效果，我也做个效果。甘老师安安，哎，还没有人，今天怎么安安的人那么少？哎啊，今天在看泳池啦，对不对？是不是在月溪那边看泳池 ？Jerry 安安，小吹风机安安，没啦，没人啦。巧克力已经喊两次了，哇，哎、欸，这么可怜。不必多谢安安。好 ，OK， 那我们就是这个今天就要来进入我们的这个非常特别的环节了啊！最后希望安安、中原、蓝正荣安、硬核田安，哇，好，等我一下啊、哦，秦咪宝安安、Steven 令安安，大家安安。小兰，你那个刚资料是丢在我哪个群组啊？你本人。你是用 LINE 吗？对。哎、欸，我怎么没看到？你在网上滑，因为是早上传给你。哦、oh, ，OK，OK、okay, okay。哦、oh, ，好 ，OK， 好，大家安安，七九安安，大家晚上好，某宅安，各位安安，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一样是受到新北市劳工局的邀请、啊、是我们侯市长啦、啊、这个最近真的是有在吼吼做代级、啊、然后呢让新北市劳工局呢有跟我们节目合作，今天这一档节目叫做开麦现场啦。那今天开麦现场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新北市的这个街头艺人啦、啊、那两位非常漂亮的女生，我来为各位介绍一下，她们的团体名称叫做闲情逸致。我们来欢迎闲情逸致。耶！啊，成员是我们的美贤跟玉凡。Hello。来，美贤是我们右边这位，是的，穿黑色上衣的这位，对，啊的漂亮的妹妹，是吗？我已经，你已经怎么了？不敢承认自己的年龄啊？怎么会？对，我们来盲猜一下。好吧，哎、欸，这样我看不到他们聊天室，你看不到聊天室内容。对啊，万一他们到底才几岁，你会不会骗我？他们打个四十，然后你就说十八。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的，这样虽然讲有点不礼貌、哦、但先跟你们说声抱歉、但我的主持风格稍微比较直接一点，有时候看不到聊天室的这些话的，也许是一种好事。太好了，我看不到，也许是一种好事。对，因为你知道吗？因为我有带很多实况组啊、哦，就直播组，还有的艺人，大家这个虽然呢身体的劳动很少，但是情绪的劳动很多。
这情绪的劳动不是来自于你的表演工作，是来自于你每天看网络上对你的评价留言。哦，每天都在训练心脏，这样很好啊。对，然后是十之八九呢，很多都是因为心态问题就离开演艺圈了。嗯，然后或者说会觉得说自己扛不住这个压力。嗯，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都训练他说，哎，如果你会在意，你就不要看。哦，但他们就是没办法啊，就是会很想看这样。就两位这个在这个街头艺人的这个整个职涯当中，有没有遇到那种心态上面承受不太住的事情？我们来问一下，先问哪一位？我们先问玉凡好了。好，我承受不太住，还是观众承受不太住？哇，你有办法让观众承受不太住，这也算是，这算是蛮厉害的。通常都是店家承受不太住，是吗？对。对，你遇过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就是没有挑战、yeah. 不是啦，真的假的？没有，你看我就说我们每一次邀来的我们街头艺人的朋友都是心脏非常强大。没有，在街头唱歌当然要心脏够强大才有办法。怎么说？真的啦、啊、我有一次在那个好多好多年前、要跑警察是不是？我在某一个地方唱歌，然后就突然有一个人、啊、他可能是最近心情不好、啊、他就突然站在我们前面说，拜托你们小声一点，太大声了，吵死了！啊，真的假的？对，哇，那你听到之后有觉得很害怕吗？会，因为我们其实当下不会听清楚他讲什么、嗯，就是会听到有人大叫，那关键字听得到。嗯，然后里面柜台就说：“哎、欸，那个我们是以客户至上的、啊，所以小声一点，你们音响先转小啊，等他走了再、啊。”可是你们是在你们应该表演的地方、欸，哎，对，但是。可能那个地方，那时候我应该是那个国道的休息服务区。哦，你在服务站。对对对，他们就是还是会尊重客人的意见，嗯、这样。嗯，然后有一次，好像是一个人，他拿着一把菜刀，哈，然后靠近我的搭档，好嗨、喔！我先问啊，以你的状况来说，你知道那是一把菜刀？当然不知道，是工作人员后来讲的啊。吓死我！因为如果你知道是把菜刀，通常是已经在身上了，所以我不知道，已经砍在身上了，我不知道还在才会知道是一把菜刀，还在表演，不知道前面有危险啊。Okay, 所以他拿那把菜刀要干嘛？不知道啊、哦，不知道，就拿着一把菜刀。他是在金门吗？不是哎、欸，在苗栗刚好哦，在苗栗啊。哦，那苗栗。不意外啦，蛮惊哎，为什么？你有看过之前那个县长的新闻？哦、oh, ，OK OK， 他们还要回家。苗栗是个国家，我知道。县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县长。OK， 我是外国人，谢谢。路上有人拿菜刀，表示呢怎么样？他们在做客家菜。哎、oh, ，客家小炒，梅干扣肉，对不对？要切。哦、嗯，有这样尺度会不会太？会吗？会吗？你的粉丝应该可以啦。对，你问什么问题，我们都会回答。真的吗？真的，知无不言。我们其实平常节目调性非常辛辣了。哦。对，但是因为今天属于我们公益时段，已经是那个收很多手。他市政府的人看到会？市政府的人吗？嗯，没事啦，会看吗？反正市政府人只关心我们会不会投侯友宜嘛。会啦，会啦，会会会会，放心啦，一定会，好不好？一定，对不对？下次一定。好。美贤是也是我们街头艺人的很久的资历了吗？哎，我是断断续续，但是我、嗯、他那个年代可能没有跑警察，我这年代就真的有，你就有了、哦、有，我是淡水、哦、淡水有一段时间呢、啊，他是没有开放的、嗯，对对对对，所以我呢，我跟一个全盲的学长一起在做街头艺人，然后呢，你这样还要跑警察？那警察有没有良心啊？我更正一下我的说法好了，是被警察劝说，警察都劝我们赶快跑，这样子、啊哦、就说，警察劝你赶快跑，对，因为跑不了、啊，还说那对，就是没有办法，因为有住户抗议，不要让我们难为。嗯、其实我觉得警察还蛮委屈的，你知道吗？确实啊，执行公务啦，他们都非常好声好气的、嗯。然后有一次就做。跟我学长做到说，突然间就围了很多人，因为那是一个周六、啊，然后围到就两个记者刚好路过，他们就决定要做一个临时的新闻、啊，他们就停下来采访。是、嗯，而且呢，他们那然后那一天刚好因为就围太多人，所以警察也有来关切。哎呀，记者就回去做一个新闻，他有访问我们呢，我就说，其实最大的。挑战是下雨天真的没人，尤其是淡水，可是然后有时候会有警察、啊、然后我后面就说、嗯、其实警察都对我们很好，他每次都只有劝导，他都没有开单、嗯、但是等到回去的时候就我自己就看到那一则新闻，就是说哎、欸，其实现在有很多视障者啊，他们很辛苦，但是他们找到一个谋生方式，就是做街艺、嗯、但是
有时候他们辛苦的成果却会遇到警察，警察来开单，警察变坏人，我就觉得超抱歉的。不会抱歉啦，所以就是其实因为新闻记者这样报道的，市政府也开始重视到这块权益。现在淡水就大家可以去当街头艺人啦，可是现在淡水要抽签，很难抽。我有疑听到了没？要抽签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朋友有没有优先？我们要搬着器材去现场抽签，啊，抽不到又要拖走，又要拖着行李回来，真的吗？然后请助理要钱呢，欸，没事，我们不可能自己拖着行李去。我们呼吁他，帮我们 at 他好不好？市场穿线太辛苦了，不过至少是比以前好了啦，有在进步了，对不对？其实因为是宪法释宪了嘛，就是说在街头上表演是人民的权利啊，对不对？然后我们提供金钱给我们觉得唱歌好听的街头，也是我们宪法赋予我们的自由啊，对不对？那你凭什么，对不对，去限制我们这种欣赏艺术跟支持艺术这个工作者？就是说，对不对？啊，其实说实在，大家都是市井小民，都很辛苦。我们就是站在我们的岗位上，就是说，其实身为街头艺人一个职责，就是希望能够为这熙熙攘攘来的人群呢，啊，带来点音乐，带来点音乐，好听的声音，为城市的这些角落带来一些氛围，对不对？啊，我想两位应该就是，人家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你们就是这个台湾最美风景的其中一块，谢谢，特别美的一部分。谢谢主持人，太棒了，我爱你，啊，真的吗？可是我很抱歉，我已经结婚了，好，你不要冷，不要这样子，你不是说要帮他，而且我两个多月前才出轨被抓到，这我们怎么接下去，这是真的，无话可说。我们今天有一位这个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老干爹叫做志清，他是本身是一位药师，他刚刚捐助了我们2000块钱。哇，斗内给两位这个闲情逸致2000块钱，哇，好，谢谢你在这里可以开心的唱歌，谢谢青哥啦，好，感谢。啊，如果想要买药的话，想要吃药的话呢，哦，身体有点状况的问题呢，啊，看个医生，哦，然后发现，哦，想要咨询一些什么样药品比较好呢，欢迎到中山区的这个荣昌药局啊，哦，荣耀的荣，哦，对，荣昌，好，记住了，荣耀的荣，那个昌盛的昌了，好的，那两位是城市最美的风景，啊，街头艺人，对不对？啊，应该常常都是默契非常好的，在某一个角落演出。不是常常，是总是 always。Okay, 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机会可以欣赏？当然要，不然我们会总会出现在这里。哇卡玛西达，那第一首带来的歌曲是什么样的歌曲呢？心灰灰。心灰灰啊，李千娜的歌曲，对，哇，太厉害了！我们来欣赏这个闲情逸致啊带来这一首叫做《心灰灰》。どうぞ。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哪像春风对面墙。爱着你，无法度。人讲感情会落，莫勉强。一枝草，一点露，因为乌白母嘛无卡纸。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啊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黏啊黏滴滴，我飞啊飞上天，咱何时才会当？哎呦！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哪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哪像你茫茫，我面红红。希望你来作伴，我的一生交予你来看，只有你上适合。咱的人未来是天注定，只要思念思念你，我甜啊甜蜜蜜，你来牵我的手好无？甲你黏啊黏甜甜。我飞啊飞上天，咱何时才会当？哎呦，
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你茫茫，我面红红，我面红红。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春风对面墙。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那像你。茫茫，我面红红，我面红红。耶！太厉害了，两位。谢谢你，谢谢。真的，哎，这个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那个街头艺人朋友来到我们的现场。嗯，今天两位呢，是我听到合音的部分真的是第一名的。哦，真的，哇，两位超级有默契哎。我真的要很额了我这个学妹，嘿嘿，你知道我们合体了以后，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再有一阵子。就是去年疫情大爆发之后，我们就没有一起唱歌，所以我们两三年没有一起唱歌。然后为了你的节目合体，对，真的，对，所以是今天是我算是特别版本，就对了。对对对，中间两三年没有合体是有吵架吗？不是，因为疫情比较没有机会表演。对，哎，啊，那疫情期间你们没有办法到街头表演的话，都在做什么样的？在家吃饭睡觉。啊，跟我一样，吃饭需要打东东，对，是吗？我想疫情大家都一样，都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那种需要出门外出工作的朋友，都很辛苦。真的，好不容易疫情撑过了，你们现在都在哪里表演？我们现在其实跟他比较不太一样哎，因为我们工作性质不太一样。玉凡是职业的街头艺人，我是斜杠的街头艺人，真的，对。啊，那为什么那你又在做别的工作，对不对？哇，他斜杠超多，对，我很多别的工作。好，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吗？美贤，就经纪人啊，主持啊，你是经纪人啊，行政啊，但不是我的，对，你是经纪人，这么厉害，主持跟我一样啊，行政经纪人，然后什么主持人，广播主持人，然后呢？然后还有就是那个。教育训练的那个讲师，对，那我跟我一模一样啊，对，差不多差不多。你就是女版的我吗？一模一样啊？为什么？我没有当直播主，这是我第一次直播，真的吗？对，哇，我觉得你很适合，真的，真的，真的。对，我本来立志减肥10公斤之后再来，就来不及。对，因为我心理韧性不好，我怕万一我看到聊天室的内容，我就会不想做下去。不用 care 他们了，对，还好看不到，对，不用看，就算大成这样我也看不到，我不该笑，对不对？哎呦！天哪，我尽量笑，尽量笑，没关系，不会，不是视障有视障的好处嘛，对不对？对啊，确实啊，但是我们怎么讲？因为毕竟这种东西还是蛮讲个人修为的。我对于这种地狱梗还是有点怕。我又没有关系啦，见百无禁忌。真的，我又是滑那个脸书滑到看到萧煌奇，嗯，我想说萧煌奇发脸书真特别，对，他发一篇新闻说，他说他买宾士车，然后贴了他的新车的照片。他们都很喜欢告诉别人说要叫别人去坐他们车，看有谁敢这样。对啊，对啊，哇，这个我当下是笑了一下，然后马上又赶快收回来，这样。好啦，没关系啦。两位的这个应该都是在启明学校认识的。我们在启明完全不认识。对，真的吗？因为我们差了应该有6届以上，蛮多的。就是我们是出社会之后。直接就舞台见，然后就一世成主顾，很奇妙的缘分哎。对，所以两位是在学校的时候，学妹就听过学姐的，对啊，鼎鼎大名，大名，对不对？真的。所以学姐怎么形容一下她在学校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就是那个时候老师就说：“哎，你的声音还蛮好听的，就是有一个学姐叫美贤，她的音质跟你有点像，然后还有在录那个有声书。”啊，我就一直在想美贤，好想认识哦，是谁啊？对，我也是在已经在出社会了以后啊，然后就有我身边的人一直跟我框推说，哎，我们有一个学妹哦，她现在
当街头艺人，而且他有自己的频道，就是就放了一堆他的影片说，这个我们自己的学妹要多支持，所以我其实不认识他，就已经收到，我怀疑我学长可能是他的粉，然后就一直狂丢他的影片。应该是，想问，想必两位在学校的时候应该超级多人追。嗯，不好说。啊，真的假的？一定有，对不对？这个就是主持人您知道的，你知道他到现在还在找月老庙，然后我也是，我也已经讲出来了，35岁才结婚，你觉得我们？那现在大家都晚婚啊！啊，是是是，你知道现在越聪明越优秀的女生都越难找对象。确实，因为你不能找太烂的，对不对？找一个配不上你的，这样好像也蛮委屈的。但是如果要真的找条件很好的，其实也不太容易。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湾没什么男生是条件好的，真的不能。现在都是草食男啊，对不对？嗯、哦，男生都不太努力啊，因为没有什么。你这样说会有你的那个男生的粉丝抗议吗？不会，不会，说他们其实是普男。不会，他们都躺平族。哦，假的。没有，我就烂。很好，很好。我在想，现在的人真的跟以前比起来，我爸妈那个时代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努力、啊。哦，原因是因为努力、哦。我们的爸妈真的很努力，对啊，哦、真的刻苦耐劳、欸。因为努力不一定会有收获、啊，对，在这个时代、啊，没错、啊。但是呢，我觉得从你们身上我看到，哎、欸，你们都很努力。没有，其实我们也不努力，真的假的？我们现在很努力，回家就躺着。对，我也是啊。回家就嗯，不会啦，没钱这个斜杠这么多，对不对？玉贤还是职业街头艺人，你们都是付出非常多的心血，他妈做到今天可以做的事情，哦，还可以，至少一定比我多。承蒙大家照顾而已啦。哦、所以对啊，蛮多人给我们机会。玉贤现在还是单身。玉凡啊，玉凡，不好意思，对对 对, 对，我单身，我今天单身。今天没有，我一直都单身。哦，有没有择偶条件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下？择偶条件，又高又帅，钱又多。又高又帅，钱又多哦。这个确实高富帅啦。对啊，哦、这确实不觉得很重要吗？我觉得还好。没有钱要，我觉得钱可能很重要。对啊。高跟帅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嗯，真的，玉凡你就错了、嗯。要声音好听，哎、欸，对，这超重要、啊。真的，难听我没有办法，真的啊，有感觉，对，啊、真的吗、嗯？哦，对，所以你去看一个男生是否帅，就是用声音。他帅的定义是用听起来帅哦，对啦，对 对, 對。但是我真的蛮吃高的这个高的，你怎么知道他是高的还是矮的？拜托，站在一起就知道了好吗？声音对啊、哦，高度啊，那万一他踮脚嘞？你会永远踮脚吗、啊？他可以为了你永远踮脚。你会死？哦、反正你也检查不掉啊。我不知道说什么。你就活在他的假象里面。他每次都在二楼跟你讲话，你也不知道。不要这样子。对。那你觉得好听的声音是要什么样的调？什么样的风格？就是温暖。温暖。像你这样就不错。真的啦。这是一种撩吗？对，就是听起来很舒服，很温暖这样。嗯、啊，听起来温暖。男生声音好听的其实也蛮越来越不多了。对、哦，真的。因为大家其实越来越不注重这个讲话这件事情。对啊、就是，因为大家都是玩手机嘛 ，LINE 啊。女生是听觉的动物哦，真的。嗯，所以不管是不是视障都是吗？声音好听都有优势，一定有优势。对，特别交往。已经交到了，还是有很大的优势。没错，在亲密关系上面，没错啊，是吗？哇，哎、欸，真的是对不对？对啊，真的是、啊。因为女生呢，其实她不完全是视觉跟触觉，嗯，重点是人家说耳朵里面有一个叫副交感神经嘛、嗯哦，然后就是我们常常看到一种类型的表演叫 ASM 嘛，嗯，哦，就是让你的耳朵产生一些白噪音啊、稀稀碎碎的声音啊，那就久了之后你就会。产生一个叫做副交感神经的这种颅内知觉高潮的这种现象，嗯、好深入、喔，很深入，對啊、这是学术的。我开始空掉，糟糕，空掉了是不是？我累了，现在已经9点、十点了。你们平常想放松的时候，会想要听什么下雨的声音吗？或是海浪声？海浪声，嗯，海浪蛮疗愈的，是吗？对呀、啊，嗯，像我都是听下雨的声音啦、嗯，下雨的声音还不错，因为我蛮喜欢那个周杰伦的。为什么你不喜欢？当我听见下雨的声音，我够无聊。好、啊，你们两个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应该算是谁？周慧吗？他很喜欢周慧。我喜欢徐佳莹、啊，我也喜欢徐佳莹。真的啊？对啊。欸、我们今天有准备徐佳莹的歌。两位的声线听起来有点徐佳莹那味儿。哦，
哦，真的、哦，一点点，哦、就是会写歌，然后又会唱歌，真的创作才女、嗯，而且最近又结婚生小孩，对啊，哇，真的幸福美满，真的。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二位唱一下徐佳莹的歌曲吗？有哎、欸，有，哎呦，要来一下，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直接说来就来了，好、啊，说来就来。这首歌曲叫做《出口》，哎呀，出口啦。来，然后是我们一波七刷起来啊，徐佳莹的。回家走到伊都阿嬷伊都丢，哎呦，崩空来。房空内底的我，什么拢不惊，不惊你的未来。回荡在心里的一字一句，暗夜中将我照亮。我那是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你给的星光。哦哦哦哦哦，嘿耶。不知道出口是什么模样，我会继续的前往，撑到了很棒，住在心里头的天光。哦哦嘿耶，就当不知道失败会是怎样的重量，这小小的舞台有我大大的梦想，还有你陪伴的目光。是方向，巍峨闪烁的模样。哎呦，太厉害了，这个歌声。大家小忘词一下啊。没关系，完全听不出来。回荡在心口的一字一句，暗夜中将我照亮。哦、oh, ，那是最温暖也最有力量的你给的星光。哦哦哦哦哦，嘿耶！就算不知道出口是什么模样，我会继续的前往，挣脱了捆绑，住在心里头的天光。哦哦，嘿耶！知道失败会是怎样的重量，这小小的舞台有我大大的梦想，还有你陪伴的目光，让我不迷失方向，巍峨闪烁的模样。说的模样，嘿耶，耶，哇哦，哎，这首歌更厉害，更厉害，对我来讲，嗯哼，因为这首歌我听过、嗯、徐佳莹的版本、嗯，但听完你们唱了之后，我忘记她唱怎样了。OK， 太好了，太棒了，真的，因为你们两个声音，我觉得，因为我们也算是做音乐做很久了，嗯，嗯 我发现你们两个声音基本上是同一个人的声音。哦，我也这样觉得。我觉得他跟我唱歌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咬字频率都调到同一个，一模一样哎、欸。对，垫在后面。对，你们的灵魂是有在共鸣的。嗯，好像常常都有。是吗？欸、你们这私底下是真的很亲近的朋友吗？还不错，还不错。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天天腻在一起，所以我才说、嗯、那个默契，我觉得很像是天生的。从我第一次在舞台跟他唱歌就发现，真的耶，嗯、我们这没有磨合哦、喔，命中注定的，对，命中注定。两、嗯、个有中间有触电过吗？嗯，交换过灵魂，用声音电过很多声音、啊。那我想问一下，美贤觉得我们玉凡是有什么样的优点？哦，玉凡的优点，他非常的精进啊、嗯，他一直都会想要让自己可以不断的学习、嗯，所以他学很多东西，包含他还取得一个客家的认证，而且他还有创作客家歌、哦啊。什么意思？就是说、哦、我下一首歌一个月可以花很少的钱生活下来吗？不是，不行，不行，不行，真的是要
用客语创作，他可能是喜欢买东西的哈嘎妹啊，这样啊，所以没有那么节省的客家妹啦。啊、对，玉凡本身是客家人，对，我是客家人，太棒了，我老婆有一半的客家血统哦，真的哦，真的真的，我是苗栗的客家人，真的啊，对，哦，我在我们在头份有买一个房子，哦，真的很厉害，对，所以你不是躺平族，会吗？头份还不错耶，买在苗栗耶，啊、嗯，那我头份还不错，真的，对，你看在国外自产哎、欸，对啊，自身的确、欸啊、实。嗯，那有机会让我们听一看玉凡唱的客家歌吗？好的，这首歌叫做《阿公》，就是写给我阿公啊，哎，写给我的。你知道我儿子都叫他外婆，都叫他阿婆。嗯、哦，对啊，客家人呢，因为他是外客家人。嗯然后嗯那阿公是闽南人，就叫阿公、哦。可是客家的阿公也是阿公嘛？其实对，也是叫阿公，也是要叫阿公。对，阿公，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爷爷。哦。对，然后这首歌我去年去比一个桃园客家音乐节的创作组拿了第一名。哇，太神了！哇，哎，这个桃园客家音乐节，全国的，全国性的、欸嗯，都是那个什么，那个黄什么玉啊，嗯，然后客家这些很有名的创作歌手都拿过第一名，真的很多很优秀的人。哦哦，什么连什么忘记了，反正就是他们没关系，记得杨玉凡就好，其他不重要。對對對嗯，杨玉凡是今年的冠军，我们可以听这首歌吗？可以。好，我们来听听看。
真的是你写的吗？真的啦。你跟我说周杰伦写的，我都会相信。我发自内心，耗尽了我的心血。哇，这真的写的很好哎、欸。对啊。这不是写的普通哎、欸，这是写的很好、欸。谢谢。哇，那个副歌真的是那种国片电影的片尾曲都。就是这样子的作品，真的假的？真的啊。好哎、欸，你要不要发一发？你要不要签他？对啊，这个应该可以发哎、欸。对啊，我觉得。对，我说实在的，你可以出一个客语版，一个中文版。嗯，对，可以。对，欸、你可以再唱一下那个中间副歌那一段吗？我觉得那真的是写得很好，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你把眼睛闭起来，嗯、像玉凡一样，嗯，然后想到那个世界里面。然后你跟玉凡正在发生一段爱情的故事他就像是你那个枕边人，然后陪着你度过很多快乐的时光。用爱情的角度来看，听这个歌应该又不一样。可以帮我们唱一下副歌吗？记得你亲切的声音对我讲，爱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哦，爱会好好照顾自家，因此当已经挂掉爱，爱答应永远总要太过深。哇，这个轻轻唱又另外一个味道。嗯、很像韩剧主题曲有像，我觉得很少这样的客家歌哒啦啦啦，对不对？对啊，哒啦啦啦，有哎、欸嗯、有哎、欸、有像，马上就记起来了，有像，对、啊欸、这歌很猛哎、欸、对啊，考虑要不要卖一下舍不得，没有啦、哦、就是再集结多一点作品然后一起发、欸确实这个、我已经鼓励他很久了，说什么时候要出全创作、嗯，其实因为街头艺人要做创作不容易，是因为你走到路上要吸引大家是听过的歌，对，嗯，但是你唱一些没有听过的歌，可能别人又没有共鸣啊。错了、嗯，我觉得你要打破这个迷思。很多人唱创作歌没有共鸣，是因为他写的不好听。哦，啊，你这写的这么好听，可是我这客家歌没有人听得懂啊。你写中文词就好啦，对不对？这不难，哦、对你来讲不难吧？嗯、哦、是不是？嗯，然后会说有一天这个歌红了，翻成韩文也可以啊。哦、可以耶，对不对？可以耶，可以耶，可以耶，阿公会很开心，对，是不是？哦，这歌在写阿公的什么故事？那就是他已经去天上了啊，然后我一直就是很想要用客语写，因为我们都是用客家话沟通、嗯、对，然后就是歌里面有写说我会永远做你的大歌星，因为小时候、啊、阿公就一直叫我大歌星大歌星，就是叫的我很不好意思，但是你有算是我这个阿公的遗愿，你有在往这努力、啊、对对 对, 对这个路线，但我没有让他没有机会让他看到我，因为我2019年有发一张创作 EP、嗯、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进行这张作品的过程中他就已经病危，然后就阿公在天上一定也听得到的，对啦，他听得到，对不对？他现在应该很感动了，嗯，对，而且还把他你跟他的感情发泄到歌里。我妈妈说，因为阿公是我妈妈的爸爸，然后他说、欸、我们知道，他就说、欸、他就说、你阿公有人写歌给他，这一生值得了啦。确、欸、实确实，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被写过一首歌，真的。对啊，嗯，阿美贤有自己创作吗？哇、哦，我是有自己的，我创作很少，嗯，因为我几乎把我说的心太忙了，放在就是服务别 人身上，对，因为我一直都在服务艺术家，跟我一样，哎、欸，我就是签一些不三不四的人，然后一直伤害我自己，对，然后我来你这边之前就想说，好吧，我那个很少的创作歌曲，我来那个温习一下，然后就发现说，哦。我自己背不起来，我创作歌啊，真的吗？太忙了，下次太忙了，下次对，嗯，对，反正我们知道美贤有创作、哦，有啦，我有两首创作，可是一首唱不起来，一首背不起来。哦、我们有个观众0609，他说玉凡唱歌好好听，谢谢，我也覺得对啊、嗯，而且你都用那种气音的唱法，
听起来特别销魂啊。对，他之前还有上过一个那个电视节目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外号叫西湖周回。因为为什么叫西湖，是因为我在西湖服务区唱歌唱，我们也是在西湖认识的。对，真的啊，我个人认为你比周回还会唱。哦，谢谢。因为我是真的听过周回在录音室的状态。对啊，然后演唱会也去过一次。然后你觉得还好这样？我觉得你比较厉害。我觉得他很棒，但是你更厉害。哦，谢谢你。你应该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好，谢谢你。当然美贤也有，我蛮有自信的。太多了是不是？太多了是不是？对对，我还是认真帮他征友。所以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高富帅枕边人，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这也是一项优点。你对啦，你有一个会创作而且还得到第一名的老婆，有没有觉得很神奇？对，确实，而且搞不好他会帮你写一首歌。对，可以，是不是一个人一生有一个人为你创作一首歌就值得了，有没有？那谁要帮我写歌？对，就看你的另外一半会不会写歌了，对不对？可能要多一个条件是会写歌啦。哦，这样可能哎，声音好听的人唱歌应该多少是 OK 的，对对吧？其实我们看了很多就是街头艺人的朋友来上节目，很多都是情侣或者是夫妻一起来。有有有，我们有看到，这是琴瑟和鸣嘛？对吧？啊，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人家说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对，但是很容易就会。互相吸引，其实一个爱唱歌，一个爱听音乐也可以啊。像我蛮不错，像我老公就喜欢听音乐 啊，真的、啊，对对对，我们也很合拍。你们这个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可以的，可以啊。所以你老公也是被你的歌声给吸引？没有，他是常听我主持节目，哦，被你的声音吸引。对，下午的时候就偷偷翘班听一下，这样。所以美贤是在哪里主持？广播电台？对，广播电台。哪一个电台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复兴广播电台。哦，复兴广播电台的下午时段。其实他换了好几次，现在是早上时段，但是我已经主持十年了。真的啊，这么专业。十年了，十年了。哇，节目名称是听土地在唱歌。听土地，你是土地是不是？土地，土地，偷得，对对对，所以我在地的声音。对，我以前每年也是访问很多很多的音乐人。是，对，所以基本上这个工作呢是相当辛苦的。因为你要听非常多的歌。而大部分呢，一年可能台湾有发一万张 EP 加专辑嘛，对对对，绝大多数是不好听的嘛。这不能，这可以讲吗？可以在这里说吗？大家会不会？因为我以前在唱片公司上班，我自己很清楚啊。我其实也在唱片公司上班了十年啊，真的，那我们是同行，对啊，这是同行，对对啊。其实音乐好不好听是见仁见智的，对不对啊？但是你要每天把音乐当工作，有时候它就变得不好玩。其实也挺累的，但是所以我赶快做一些不是音乐的工作，去当讲师。哎，你也是，你也是。或是玉凡听玉凡的创作，就觉得哎，音乐。哎，我说真的，我真的那时候听他唱客家歌的时候，我觉得很惊艳，因为我觉得如果他唱国台语歌，我觉得是90，然后我一听到客家歌，哇，120，真的吗？对，那你知道原住民会多少吗？130，你赶快再练第三种语言，拜托，原住民，原住民语会135，哦，太地狱了，是不是？有点地狱，好，谢谢。好，那今天那个听完玉凡的创作了，好，有没有什么歌曲要跟美贤再跟大家分享的？好啊，那我哪一首？我想要唱那个《分手快乐》，要地狱就地狱，这么地狱吗？对啊，对对对，地狱悲歌吗？这是我们先确认一下，这是倒数第二首歌吗？因为我们有一首歌一定要唱的，还有我们没有时间限制，真的吗？我们可以唱到明年跨年。你确定你可以加班吗？没关系的，为了这说实在，体力可以吗？男人不能说不行。我最讨厌人家讲这一句了，太直接了。对，等一下，小兰帮我买一下生蚝，好不好？去帮我跟那个志新拿药，好不好？跟你拼到早上，好不好？好了，要唱的这首歌叫做《分手快乐》。最近有分手吗？啊，不提不提，鼓勵我们从歌声里面就知道了。好， 好，分手快乐。
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头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想自己一个，其实爱对热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请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手想挡挡你心头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想自己一个，其实爱对热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请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看透彻了，心就和人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你自信时候真的没错了。哇，太厉害了，听完之后的分手的心情都没有了，太甜美了。对啊，遇到对的人，每天都情人节。是吗？对，这个要确定。这是美贤的心声。有吗？美贤现在每天都情人节。不是，因为我老公就再也不跟我做过情人节啦。为什么？对，每天都情人节嘛。哦。天啊，他再来放闪。好闪，被闪到。没有，这是在砥砺玉凡。OK， 是美贤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跟老公认识的爱情故事吗？因为我老公跟我姐姐，对，还有我的学长一起参加那个，吓死我了！没事，讲快一点。他们一起参加一个那个歌唱的歌唱班，然后之后就一起唱歌啊，但 Cam 卡就找我这样子，对，然后就认识。唱歌也要四个人一桌啊？没有，其实五个，那时候还有一个他的那个学长，就觉得说女生好像有点少哦，对，这是借口。男生在一起都会觉得女生有点少，而且两个是工程师，工程师当然就女生朋友再少一点，没错，对，相对单纯的环境，对啊，所以老公也是工程师，我老公也是电脑工程师，真的啊，对，哇，那他是不是回到家才会讲中文？没有，上班讲的语言都是什么 C++， 老一点的话是 Java。 对，他是不会跟我讲电脑语言，而且他很浪漫，就是他比我还爱听音乐，他听的音乐比一个主持音乐节目的人还要多。哇，真的、啊、真的，哇，乐迷就对了。对，乐迷就是会去买海，以前那个年代会去排海报的那一种。哇，真的、啊、对，我清的时候就丢掉一堆海报，然后都是女歌星，怎么办？真的哦，对，怎么没有男歌手的？
这个是 算是有道理啦，因为如果他没有那么爱听这些歌的话，也不会认识你。哎、欸，这是缘分啊、嗯，难怪。他就是人生的路径很难讲、嗯，他会天生被这些女歌手吸引，但他最后爱的是女主持人，嗯、对不对？嗯啊、那就是对他来讲都是过客了。哎、欸，你这样说就对了、啊。所以他是怎么跟你告白的？没有啊，我们就互相喜欢啊。就這樣，对，但是很自然的，我对我们 就互相吸引，哇对，然后我又帮助爱情方式，帮助他一直追一个他当时说想要追的对象，他追一追以后发现自己那个搞错了、啊，其实他喜欢的是我这样子，假的，真的假的？对，好對这个是什么大人哥的剧情？对啊，你帮他追他真另外一个喜歡的，我帮他那个出谋划策，对，天哪，对，然后他就一直追不到人家。啊，那结果呢？对，后来就对，后来就发现，如果那你当下有喜欢他的话，你帮他追别的女生，你不会觉得心里怪怪的吗？没有，这个就是牵涉到当初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哦，为什么没有那么适合？就觉得，这个我讲回家会不会我老公就把房门锁起来呀、啊啊？怎么会、啊？老公不会看啦，老公关掉，关掉。我们当时宗教信仰不太一样，然后一般人都说夫妻一定要有共同的宗教信仰，信仰才不会吵架、嗯。所以我就想说，先排除一下。嗯，对对对对，不要不把它当对象啊，不把它当对象。可以转变，你可以改变的啊。哦，这跟政治一样很难哦。是吗？真的真的很难。宗教，你是信哪一个教？佛教。啊、他是信基督教，那他现在有妥协了，现在还是各学各的、OK 啊，所以没有关系。对 对, 對，我想佛教跟基督教没有什么太冲突的地方。哦、其实对啊，其实我也是会陪他祷告的，对啊，真的嗎？可以的，可以的。佛家其实都在讲的是比较是修行自己嘛，嗯，对不对？要超脱自己嘛，嗯，对不对？要顿悟嘛，因为我觉得宗教信仰、嗯，不管是什么宗教信仰，对。对人都是一种陪伴，就是你很脆弱的时候，你有一个宗教信仰的话、嗯，你真的比较容易走过那个难关、嗯。对，所以我都鼓励我老公说，你要好好的跟你的神相处。对，啊、天哪、啊，我是感觉很虔诚哦。嗯哼、哦，所以现在也结婚多少年了？哎，已经好像四年多。哇，那也不容易了。不容易，什么意思？对对对、這個，不是说我老公可能在上面看嘛，你要换一个话、喔，没有啊，鼓励一下老公啊，好好对不对？其实夫妻相处是这种，知道是非常特别的哦、喔嗯，就是相处久了都只很容易看到缺点，嗯，对，对不对？那有时候你就一直讲一下缺点，你会变得越来越远。对我先生真的很不容易啦，嗯、因为我斜杠这么多，当我的先生真的很不容易。对、嗯，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镜头前先生说？哦，我爱你哦。啊、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要问他，我们哪知道？对，那个不要锁他房门哦。玉凡有他让他进去，有遇过那个美贤先生吗？有见过面，是不错的对象吗？嗯，哦、感觉声音蛮好听的、啊、果然，对，所以我不是说择偶条件，那很重要。对，声、嗯、音好听是关键啊、嗯，是必备。对，不好听没有办法相处，真的真的、啊、真的吗？啊、不行不行不行啊！哇，那这样我很多朋友都不能介绍给你，比如什么 K 什么 O 啊，什么通什么神啊，声音好听都不太适合。自认声音好听的再来，声音好听的真的不多啦，男生。但是声音好听也算主观吧？其实不主观，因为声音算是一个可以训练的。也是，对不对？嗯、很多人天像长相很难，嗯，然后长相可以整形啊。对，但是他很辛苦，但是声音是透过练习对啦，越来越好。对，对像我以前讲话是随便乱讲，对。但你假装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就会故意装一个样子，嗯、觉得比较有那么一点的气质，嗯、所以他是可以训练，后天可以训练。真的？那明天？明天过后啊，就是后天。好哦。嗯 ，before the yesterday， 谢谢。好的。Tomorrow，see you tomorrow、嗯。OK， 所以等一下要再唱一首歌曲叫做。See you tomorrow 没有，明天也要做饭。明天也要做饭，对，我们最后一首歌了。对啊，最后一首。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差不多了吧。哎、差不多了对啊，差不多了。好啊，那最后一首歌曲是。明天也要做饭了、嗯。我们今天，我们对啊，我们不能只有今天，我们要明天。对对对、嗯。怎么样？来，我们来听最后一首歌曲，叫《明天也要做饭》。哎呀，谁的歌曲？锦绣二重唱，哎呀，很复古哦，对呀、啊。
天你想要闪电结婚，别忘了替我找个好男人，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理人。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女强人，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完。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告成，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来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那天你看上有品强人，我会记得你劝我要认真，无论再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我永远记得今晚，我们回忆往事梦想未来，感动了不完。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构成，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心也要作伴，也要勇敢，不管是否天涯两端，只要事情已构成，缘就不断，常常联络不准懒散。明天心也要作伴，也要自然，就像现在真诚简单。就是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有时你要人商量，我最喜欢欢迎找麻烦。哇哦，哇，太厉害了！欢迎找麻烦，锦绣唱的歌曲是由我们今天玉凡跟美贤带来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的，非常动人的歌声，我们也非常喜欢二位。如果我们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我们要去找哪里找到二位的声音呢？我有自己的粉丝专页，啊，真的吗？找他就能找到我。对，啊，你们就是玩上猜谜的，是不是？我们是连在一起的啊，年底。那玉凡的粉丝专页叫做，就是想要找杨玉凡就可以找到，他叫杨玉凡 I'm Dreaming。 其实我们已经放在我们聊天室置顶的 留言了，yeah， 大家只要点进去就可以去 follow 了，就可以去按赞。 好吧，请大家喜欢玉凡以及美贤的朋友，哦，那个一定要点进去帮我们关注一下。是，那两位平常都在哪里表演呢？我现在其实不固定的在大台北各地，哦，对，我是斜杠的街头艺人，通常都是他需要的时候就在传呼我这样子。OK， 对，我们就是要靠缘分。对，但是你们如果早起的人还是可以听每个礼拜是早上七点的听土地在唱歌。是 FM 吗？是，那个台中是 FM107.8， 但是台北和台北是 AM， 但是现在谁在听这个？都用网络 啊！哦，网络要搜寻什么？对，复兴
复兴两岸资讯网，对，复兴两岸资讯网，对，就可以听到我们美贤美美的声音。你现在是早上，就是明天，大家现在听完以后就等一下去睡觉，然后听你的声音睡觉，然后七点起来就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好，我努力七点起来，有点早。早上七点见，各位。对对，我会主持到八点。对，真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对，一个小时的节目，对，非常厉害，超棒。好，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开麦现场，谢谢。我们在这边也感谢这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给我们开麦现场这次的机会，可以邀请更多的街头艺人让大家认识，也欢迎大家到新北市各个淡水啊、板桥啊街头艺人出没的地方去给他们加油打气喽。好，感谢我们的观众今天的参与，谢 谢辛苦的小兰，谢谢。我们今天节目这边告一段落，大家晚安。OK， 晚安，拜拜。